姐姐，谢谢。我接到你的电话，你讲你人在病院内面，我紧急到要死。你是倒位受伤啊？我确实是受伤啊，因为我竟然连你是谁我都不知道。我是谁你也不知道？我叶志成啊。卡叔讲你是叶志成，那你内底那是谁？叶志成，事实拢摆在眼前啊，你拢看见面啊，那有啥物好怀疑啊？像徐晶晶，可你俩准讲真正叶志成会看到伊这个破产千金吗？哦，原来哦。原来恁两个人早就串通好势，原来这就是恁两个人的秘密。原来恁两个人用假叶志成死假甲人骗，甚至去骗业界人。我是真感谢你替我把真正的叶志成找倒转来，所以愿意放你一条死路。啊，不过你的嘴上莫甲我谈。你若无说你讲出这个秘密，我都唔知影你的性命什么时阵予人收去。而且咧，我即个袂阁清清菜菜，予人甲你救走。你放心，我即世人袂阁记着这个骗子，我嘛无想要阁看到恁啊。继续，答案。你若真正爱你的查某人，即世人平平安安过日，你想讲哪呢？卖出袂来。你甲我讲，你无通选择。话你即马讲啥拢无想要听，你甲我出去，出去！志强，拜托你先听我解释好不？你是讲要解释啥？我之前已经让你足侪时间要让你解释啊，你到底说选择继续欺骗我？无彩，无彩，我是真心对待你，处处关心你，为你设想，结果。你煞连家己真正的身份都袂甲我讲，你的一切拢是假的。我会当就抓，我对你的心、对你的感情，拢是真实的。唔免就抓，即马你讲的每一句话，我拢袂信。我对你已经彻底绝望，我最后悔认识你的。是的，我知道我不应该骗你，我无不敢有人讲你会当原谅我，啊，不过真正拜托你，你先甲你真心听我解释好不好？即马事实拢放伫个眼前，你是要解释啥？讲到底，你就是惊我把代志也惹出来。我唔是啊。放心啦，即马你的代志我暂时袂讲出去。啊，不过我拜托你较有良心的，莫连阿妈拢骗。我你安怎？阿妈对你这尼好，你竟然安尼欺骗伊？你这个骗子，想要是赶紧消失，好业务赶紧把真正叶志成找回来。会啦，我会消失啦。啊！不过你我消息真真，我若希望讲会当把所有代志拢解释啊清楚。啊！不过你也先冷静落。就算我冷静落，我嘛无想要阁看到你。你甲我听清楚，我会予你时间处理这件代志。啊！不过你若是伤害到业界。我一定会跳出来指证你。